始终住得嚟呢度嘅，个个都等咗好耐啦嘛。你有咩爆炸影响到嘅？甚至因为你震嗰下，可能会有令到佢个地壳嗰度少少人会喐嗰啲，咁我都觉得系有危险性嘅。中意风雷咧，佢里边又唔会爆嘅，只怕外边火烛咧就烧个樽啊，里边嗰啲风雷咧就膨胀咧，膨胀嘅时候咧个威力就好大噶啦，唔一上咧就。嗰啲充煤樽咧，都铁皮好厚噶，佢所知咧有成二三分厚噶，咁所以啲充煤樽亦都好重，如果佢能够爆嘅话咧，个威力就好大噶啦，炸弹咁嘅。